喽，宝宝们，今天教大家给右手贴甲片。我的指甲不仅扁平，而且有点上翘，所以今天我要用甲片胶去贴全贴。我用的是折无痕尖形甲片，首先选择适合自己本甲的甲片，拿出甲片胶，在甲片后缘均匀地滴上甲片胶，首先从本甲滑胶，然后从上往下按压，切记一定不要有气泡，按压好之后去照灯。甲片胶需要照灯60秒，照灯后打磨修形，擦去浮灰，就可以直接做款式啦。下面是一整手的效果，你学会了吗？